今天买了两瓶新冰乐，小鱼儿今天不是要月考吗？等他回来我制作一个非常好喝的饮料，据说这个就是新冰乐的隐藏喝法。这是我新买的摇摇杯，特地为了做这个饮料买的，一个是咖啡味，一个是摩卡味。第一步咱们先把它倒出来，第二步我们要把它冻起来，冻三个小时。小鱼儿回来啦，今天考的怎么样啦？哎，完蛋了。怎么完蛋了？英语考的不好，然后数学也一般吧。哎呀，这两门我觉得你应该发挥很好的，结果算了，考都考完了啊，那我们期中考试之前好好复习一下好不好？今天那考完试老师给你们怎么样，放松一下吗？没有啊，直接上课。对啊。作业多吗？多嘞。好啦，时间到啦。好，第三步摇一摇。哇，还有呢？还有选择题三分，然后最后一道压轴题的最后一个小题，两个动点的，然后我没做出来，应该是两分。那么这样的话，七零八落的扣一下，90分难保了。嗯。英语班里面都说卷子难不难？就是卷子确实是有点难，但是考得好的也有很多。嗯，还是有差距。所以你现在看英语书要补是吧？期末考试就在眼前了，然后我们稍微小算了一下，发现在学校的时间只剩个位数了，不到10天了啊。因为我们接下来有中考，这个学校呢就要作为一个考场，然后他们就要放假，对不对？接下来还有个什么节，端午节是吧？对，啊，要放假，然后去掉什么双休日乱七八糟的，这个学期就在学校时间不多了。好的，那么你继续复习吧，啊，加油，努力。